我来中国主要是来学习飞飞飞啊，学飞。你帮我，我在找那些人飞来飞去的那些人，他们都在哪里？确实，在非洲来讲，我们都是看你们啊，我们就会想啊，你们肯定都是会练武的。我来中国是因为啊，被啊中国功夫电影所吸引过来，我才来中国，特别是李小龙的电影啊，成龙大哥的电影，所以我才来这个中国学武术。